我猜你去的是泰鲁阁，都猜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般上正常啦，我们马来西亚一般的旅行团都会先推这两个，这两个也是早年可能观光局推的地方。那厉害，那个店很好，那边的豆浆块，它会动，可上面有豆浆块那边，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视频的效果。好，当然我就是拍了很多张，然后就是拍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呢，他就把做成一个名堂，然后就是所以一般来讲，如果你用相机拍摄的话，相机没有在旁边辅助的。OK， 好，然后当然这个激光基本上来讲呢，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在北极圈哦。才会看到的哦，当然在南极圈也会看到。然后呢，这个当然这个广太阳，因为这个广太阳，所以你要比较它，一般这边就整个曝光过度很多，所以这里是刚刚结合的灯光哦，然后这边也是有，所以呢，我就刚好在那个时候呢，那一天我们就遇到应该是13、14啊，哦，15月影之前，所以呢，我就那天激光仪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我就拍了一张哦，就是跟月亮一起拍下来的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你可以看到激光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个流动的哦。然后它在这里呢，就是激光的前景很重要啊，这种。You sound good.